这里是松土对，这是松土了，这是松土了，所以就下去了。这是过来松土啊，这样还没有那个还好。哦，对啊，受伤了，这个受伤。我说是的，是哪来？帮我一下，在从那边出来。对。你这边现在哪里会痛？这样子哪里会痛？腰会痛。你觉得坐起来一点好一点？你觉得坐起来别动，哎，我进去过一趟，出来的时候就是可能他，因为他有一个树木在那，我就打滑了一下，就偏了一点点。